over something warm when you leave the aircraft.其实这一次来到冰岛呢，其实有一些意外，有一些不可思议，有些直到今天是我登岛的第三天，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就这样非常唐突的、非常意外的来到了冰岛啊，绝对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次旅行啊。然后因为旅行期间呢，主要是这个游山玩水，我的 YouTube 视频呢断更了有大概有五六天的时间哈。那我今天呢在这个冰岛和大家更新几个关于英国留学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在我的旅行期间呢，我的业务是没有停止的。那和我有业务往来的朋友呢，如果大家提问的话或者是有问题，我看到的信息都是回大家的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的这个旅行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移民签证或者是这个留学的速度哈，一切照旧。那我今天呢利用晚间的时间呢更新两个信息哈，一个是这个中国的局部地区封城对于英国签证的影响，一个是这个留学生签证，特别是短期留学生签证的一个等待时间哈。那我们先说中国封城的这个事情哈，西安是最早封城的，然后现在呢天津也开始封城，然后很糟糕的是我有两个客户都是生活在天津的，所以他们目前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现在不管英国这边做出任何的努力，只要天津一天不解封呢，我相信大家，如果大家是生活在天津或者是西安的朋友的话，目前中国是两个局部地区有封城的情况发生，那大家在考虑签证的时候呢，那很显然就只能继续等待了，等到中国什么时候封城的这个消息完全解除之后，大家才可以正常的提交你这个英国或者是我其他办理其他国家地区的签证啊。然后我个人对于中国封城的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我现在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哈，因为网上也有很多的消息，有人说是为了这个为这个东京奥运会做一些准备，因为离北京很近嘛，天津距离北京只有不到150公里，所以冬奥会期间呢，中国希望疫情的这个数字呢清零，所以清零呢只能通过封城的这个形式来进行。那天津我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情况现在是停工停学哈，然后动不动就做全员的这个核酸检测哈。所以中国现在疫情已经来到了第三年了，已经是我相信是疫情的一个尾段或者是后半段了哈。因为现在主要传播的这个病毒呢是Omicron。我相信对于这个最新变种的这个病毒正确的做法呢，大家应该效仿英国哈，因为英国目前已经完全解开了这个封锁，不管你现在是来自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的这个新冠指数是高还是低，英国现在已经不做任何的防控以及防疫了，你连入境的时候登记也不需要，做这个核酸也是不需要的，因为英国从疫情一开始就推出了群体免疫的这个观点哈，是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提出的。那么当时呢，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这么做的话会导致很多无辜的牺牲啊，无辜的死亡。那来到后疫情期间呢，我们会很轻易的发现，似乎英国的这个做法就是全民免疫的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哈，因为奥密克戎的这个
变异体呢，现在它的这个，如果你感染上奥密克戎，现在它的这个症状是非常轻的，是轻症，和普通的感冒无异。因为我在来冰岛之前，我就有一个朋友在伦敦感染上了奥密克戎，他都不知道，他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感冒，才做核酸的时候才发现他是阳性的。那好意外，他感染就是奥密克戎。所以英国从一开始受到全世界的排斥，一直到了今天，似乎英国做对了一个选择哈。那这个选择呢，就是群体免疫。那中国的这个做法呢，很显然是不正确的。这里面不管怎么说，你想清零，通过这种方式封城、封门的这个方式，停工停学的这个方式来达到一个临时性的清零，它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如果在未来的这个几年中，全世界脱离出新冠的这个阴霾的话，那中国仍然会陷入这个病毒的这个副作用中，因为中国从最开始对于处理疫情的这个手段以及做法就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现在不具有这个群体免疫的能力，哎，因为你封城的话，或者是封家门，你不可能封一辈子，你不可能封到很长很长，未来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如果是基于这点的话，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开始对新冠疫情免疫的话，那我只能说到了最后，只有中国人对于病毒仍然是没有免疫力的。所以疫情一旦结束之后呢，中国会迎来疫情的开始哈，就是因为中国人他没有任何的免疫力，中国的这个数据看起来非常好，仅仅是因为政策上的管控，而在表面上看起来数据非常好，实质上中国人没有任何的免疫能力。所以，如果全世界都好的话，那中国可能会变成全世界最糟糕的一个国家，因为它的防控措施是有严重失误的哈。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你我能掌控或者是考虑的一个问题，我只是说一下我个人观点。那联系到这个疫情期间，中国现在已经封了2个城市的前提之下，大家如何签证呢？没有办法，就只能够等。如果你能离开这个城市的话，大家可以考虑在中国境内其他的英国签证中心提交你的签证，因为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封锁的。那英国在中国的签证中心大概有十几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如果你能走出，如果你现在是在西安和天津这两个城市，如果你能出去的话，可以选择就近的附近的其他城市提交你签证。如果不能的话，就只能等到封锁完全停止、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时候才能提交签证哈。那这个问题就和大家说完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圣诞节之前呢，有很多客户通过我办理了英国短期留学生签证，然后有很多朋友在抱怨，我都等了将近有20天，甚至有的一个朋友今天跟我说等了30天哈，不是30个工作日，是30天，那大概就是20个工作日左右，为什么还没有收到签证？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圣诞节期间积压了很多 case，很多学生签证申请，而如果大家选择的是15个工作日出签的那个最正常的，签证速度的话，那你在圣诞节之前提交的所有的申请者，那大家需要做好一个30天左右的一个等待时间哈，就是因为赶上了一个圣诞节，这个没有什么意外的，因为类似的事情在9月底大家提交签证的时候也发生了，因为9月底是，学生签证提交的高峰期，那因为数量太多导致，签证发放的时间会延长。那目前这个情况呢，是因为赶上了圣诞节，圣诞节之后呢，移民局才开始把你的文案重新这个审议或者是复议啊。所以说，如果现阶段的话，也就是1月底或者是2月初，大家想提交任何英国签证的话，可以考虑加急，分别是5个工作日和第二天出签证结果的2个加急方案。但是它的签证费用很显然和基础签证费用相比的话是相对较高的哈。你像，如果是第二天出签证结果的话，它的费用高达1万多人民币哈。但是如果你选择不管是5个工作日还是第二天出结果，英国移民局议会委员还是这个按照他承诺给大家的时间，分别是5个工作日和第二天出结果。如果大家选择的是基础等待时间的话，那你只能等待了，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询问的，因为
移民局在对你的签证做这个，不管是审查还是复议还是核实的时候，大家是，原则上是不应该催他的。你可以问，但是你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等待，就是两个字，等待。你不管是问我，问移民局还是问签证中心，你们得到的回复就是两个字，等待。所以如果大家是在圣诞节之前申请的话， 我相信这个很快了就会出签证结果了哈。签证结果不管是好是坏哈，我相信是很快了哈。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你对某个事情在等待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耐心的那一刻，或者是心态已经崩溃的时候，一般就会在这个时刻出现结果啊。然后如果大家担心开学时间和你的这个签证申请表上的这个开学时间对不上的话，大家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失误呢是发生在移民局，他们没有按照他们说好的时间给咱们发放签证。所以如果你的开学时间现在已经开始或者是马上就要开始，大家不用担心会因为这个理由而拒签啊。然后关于短期学生签证的拒签率呢，我在来冰岛之前也发过一期视频，是留学杀猪盘哈，在视频的前期详细的说明了短期留学生签证和英国长期留学生签证的一个最主要区别啊。如果大家现在是年纪比较大，然后毕业时间比较长，如果现在没有工作，你的婚姻状态是离异，国内没有房产的话，那你申请英国短期留学生签证的拒签概率是极大的哈。如果你上述条件都满足的话，你是有可能拿到英国短期学生签证的。然后对于这些已经这个拒签的客户呢，英国移民局呢是力争在6周之内把你的这个保险推给你。如果你在6周之内没有收到你当时交的英国的医疗保险的话，那还是之前的那两个字，等待啊。你是可以通过发邮件以及打付费电话来询问你的这个医疗保险的退款进度的，但是你得到的回复呢基本上也是等待的两个字。所以如果大家在发生拒签之后，我们的这个服务费呢按照协议会这个立刻马上的退给你，但是对于这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这个退款呢，比如说英国的医疗保险，大家就只能等待英国的移民局来这个退给你当时支付的这个账户。而且这个退款它是自动进行的，也就是说英国移民局知道你的这个签证状态，如果你的签证被拒签的话，你的医疗保险理论上是自动退还的。那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退款延期的一个问题呢，可能是发生在了英国移民局，就是 UKVI 需要向英国的 NHS， 也就是英国的公共医疗系统要钱，所以时间可能耽误到这里了。因为众所周知，英国的医疗系统因为新冠的原因已经濒临崩溃啊，所以他现在对于这个自己内部的业务已经应接不暇，对于这些外国移民拿到的这个医疗保险他们往回退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时间变得长一些啊，所以最终大家是会收到的。所以呢今天就是这两件事情基本上就说完了哈。其实还多说了一件事，是关于这个拒签之后退款的一个事情哈。那具体来说的话，今天是说了三个事情哈。那别的事情在我回到英国之前我就没有想和大家说明或者是强调的了。大家如果这个有紧急的事情哈，特别是关于你如何入境英国，以及入境英国之后如何这个安排你英国的行程，比如说接机，比如说在英国找房产，比如说在英国过户车辆，如果是这些非常紧急的，比如说入境的问题，大家可以咨询我，这些非紧急的事情还是等到我回去大家再联系我哈。因为现在你跟我说让我帮你在英国找房产或者是在英国买汽车的话，我也做不到，因为我本人都不在英国，对吧。然后不出意外的话，我是后天的话就回到英国了。明天的话我是去那个飞机残骸和黑沙滩，看完的话基本上这一次冰岛行程就结束了啊。这一次其实玩的有一些头疼，主要是因为冰岛这个温度还好，-12度左右，主要是冰岛的这个风太大了，然后它下的这个雪里面还夹着冰雹，所以你在白天出行的时候就是有很大的阻力，不管是开车的时候还是你在户外行走的时候，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困难以及阻力。比如说
即使你开一台4x4的 SUV，你在路上还是需要小心行驶，因为路非常滑。你在外面走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你整个这个身体都暴露在这个室外，所以有些时候遇到冰雹的话也很艰难。所以这次旅行呢，本来就是一个非计划在我的行程里面的一个事情。然后我想的是，既然来就来了，就硬着头皮把这个旅行呢。做完。如果大家对于冰岛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这个持续关注我这个稍后的视频。我回到英国，一旦有时间的话，就会做一期关于冰岛旅行的一个专辑视频哈，不是 vlog，因为我拍了很多零散的素材以及视频，我想稍微整理一下，然后给大家以一期旅行视频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因为这两天是早上11点才亮天，晚上不到4点就全黑了，所以真正能看到，光的时间呢，也就是这3、4个小时。所以对我这一次的旅行，我还是之前是非常的意外，来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然后在旅行的期间呢，也是非常的享受其中，因为之前呢，我也说过确实没有来过这个国家。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冰岛比较期待的话，可以关注我稍后的冰岛旅行视频。对于英国留学以及其他国家的移民项目，有任何疑问的话，如果是非紧急，等到我后天回到英国之后，大家可以和我取得联系。紧急情况下，大家可以给我发短信，或者是直接给我挂电话。如果我不是在开车，我都会这个接听，或者是听大家给我的语音。